这倒是行。哎，不错哎，他现在套装都会专门标出来了，像是他的上装、下装。我后来发现就是太少，那个太少人了，这个势必是可能有点无聊，大家可能不想理我。好，那我就杀大一点团队头绪，好不好？主要是团队头绪可以比较多人啊，不然谁要理他？节目已经在这，有你认识我？因为他可以比较多人，我才玩的啊。所以，如果他懒得等的话，我就单排了。他们都好激动。应该2回合吧，我觉得1回合可能有点太快。那你要快速方法就是你在正面对决啊。哎，团形很像有2个地图哎。哈哈。呵呵，这个是假新手哎，哇，CP 假新手，厉害哎，你是不是开外挂啊？他为什么可以变草啊？哎，太扯哦，你外挂开的有点凶，变草有点厉害。啊！可是第二轮好久、哦。都是他们在那边拖时间的、啊。别跑了！惨了惨了，他们在虐我队友。有一个在上面。
哈哈。